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看书小院，今天呢给大家开箱一个造景素材本，就是这个啦。看这个呢是手账贴纸本造景专场，这个是他送的一张贴纸，它的材料呢是和纸的。各种各样的场景都有，我觉得这也不错，我喜欢天空。这个还有那个女神像，各种风格都有，还有古风的。后面还有花，墙，这个素材真的是太丰富了，我感觉平时做手账也能用得到。缺点就是它所有的图啊都要自己刻下来，像这种朦朦胧胧的怎么刻？看它的边缘其实不是那么清晰的，喜欢是喜欢，就是有点无从下手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们有专业懂这个的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本期开箱视频就到这儿啦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